精英律师蒋新车上霸气强吻靳东，黛西下秒反应太逗了，不笑不行，天天说娱乐，越说越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您身边的娱乐小使者小晴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蒋新车上霸气强吻靳东。电视剧精英律师正在热播中，这部剧真的是靳东老师的熟人团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很多客串的明星都纷纷出场。蒋欣饰演的林静薇有事寻求罗宾律师的帮助，两人之间产生了情感纠葛，尤其是蒋欣车上霸气强吻靳东，没想到此时已经以女友自居的黛西反应竟然会这么逗，直接挑战五厘米的短裙，真的是性感逼人，这吃醋的模样真是不笑不行。而这次他们这些实力派演员叠加在一起，携手呈现给大家一部都市律政剧。尽管剧情围绕全景律师事务所的职场江湖展开，讲述的是以罗宾、黛西为首的一群法律从业者，为守护公平正义、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。